炖羊肉。我们说要加这个酸菜。哇，我没吃过羊肉，所以我现在试一下吃羊肉是什么感觉。哇，这个酸菜很绝，我试一下。他们说一定要蘸麻酱，然后一定要酸菜配麻酱。酸菜。传统的就是酸菜肉。好喝。网友推荐的酸梅汤。哇，好喝，这个超级解腻。哇，好喝。快帮我拿辣椒。